月圆之夜，紫金之巅。你为什么要挑战西门吹雪呢？向我挑战。陆小芳，你能不能少管闲事？不是被叶孤城所杀的，一个用剑的高手，他的剑法跟叶孤城差不多。现在谁也找不到叶孤城。炸药！你是假的叶孤城，谁都不知道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。成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